两个短刀。我这里哦，他要开始了吗？开始进场，格雷夫看起来是走不掉了。那后面杰大爵士被这个卡利斯的怀抱给背了到进去，可以。进入位置，再飞回来吗？再飞回来有办法收吗？哎呀，差一点啊！他最后倒下，还要再往前。阿里很凶，我有听到有听到，后面还有接钩子。看起来大爵保一下自己有办法活下来没有？但是队友看起来也救不太了他哦。寇格摩 pop 起来，哇，又开刀，又有夹子。哇，蓝魔鬼这边看起来有点招架不住了。